许不会再看见，离别是微黄色的天，有些人注定不会再见，那些曾青涩的脸。我拿起棕榈树的叶子，放在青涩的石板前，祭奠那些流逝的青春和曾懵懂的誓言。风在歌唱，唱他曾去过的地方，在黑暗中有朵花为你开放，当你转过头的那一瞬，晚霞般美丽的笑，这就是我的计划，谢谢各位对我以及对星辰未来的支持。董事长老了，固步自封，根本就看不到前面的路，还是咱们陈经理讲仁义，有头脑。嗯，对，这完全就等于是救星辰于水火之中，在原来的价格上还加15%的溢价，我们几个又怎么会拒绝呢？对，不会拒绝的。对对对，谢谢各位了。来了，怎么样啊？好的，好多了。就是吴娇吧，觉得在这儿照顾我比较方便，要不然呀，我早就出院了。嗯，这倒是实话。他人呢？嗯，他呀，救世为怀的精神，还真是让人感动。啊，微微，林静他软软。我们不提他，好吗？我是想跟你说，他告诉我，你们公司周总那边有点说法了。什么说法啊？他跟我说，那个冯德生还有开阳的爸爸承认了很多问题，他们俩的罪肯定是免不了了。至于周总，只要账目上没有进一步的证据，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而且他的羁押期限满了，听说是要采取监视居住。现在应该已经回家了，太好了。微微，我知道有一些话可能你不想听，可是啊，我还是不得不说。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林静还是比陈孝正适合你。真然，微微，我不敢说林静她有多好，可是至少你对他也是有感情的，可能你现在被一些东西遮住了眼睛，你看不清楚。可是陈孝正是什么人，你和我心里都很清楚，他是很爱你，可是比起你，他更爱他自己，一次又一次。你还要被伤害多少次呀？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的感情我自己可以负责的。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就算真的选错了，我也不会后悔的。我现在很幸福，至少我不会嫁给一个我不爱的人，像你一样，每天守着空房子过一辈子。对不起，软软。软软，我公司还有点事情，我先回去了。微微，
小北，你怎么来了？我给你打电话，你又不接，我就只能不请自来了。嗯，是不是软软给你打电话了？非得有人给我打电话，我才可以来找你啊？当然不是啦。丽姐，丽姐，有件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什么事啊？有一个建材公司的销售来我们集团找陈经理谈合作。嗯，然后呢？那个人你认识，是你朋友。就是之前在咱们公司楼底下开咖啡馆的那个帅哥啊，凯阳。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你让我怎么相信一个父亲因为用了劣质材料偷梁换柱被抓进去的公子哥的话？现在这公子哥坐在我面前，让我买他的建筑材料，你说，你说我敢买吗？陈经理，我现在是在给别人打工。这个公司跟我爸的公司不一样，进货渠道也不一样，你们可以放心的用。我记得你原来不是喜欢当大哥吗？你不是挺会出主意的吗？你帮我出出主意，你告诉我，我怎么才能相信你啊？这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陈经理可以仔细看看。我不看，我要听你说。胶粉、聚苯颗粒、保温浆料，是由胶粉、保温料和聚苯颗粒组成。防火性好，还有耐候性强，还……凯阳，据我所知，你大学五年学的也是建筑设计专业，对吧？毕业以后你还出国深造，回来还在开阳建材做经理助理。那你跟我说说，你这十年都做什么了？你连……胶粉、聚苯颗粒、保温浆料的成分都说不清楚，你还能做什么？你除了仗着你爸以外，你还能干什么？陈经理，如果我下次能背下来了，你能跟我签约吗？只要你们公司有你许开阳在，星辰有我陈孝正，我们就永远不可能结缘。开阳，陈孝正，你到底想干什么？对不起，打扰了。太阳，陈孝正，小北，开阳呢？我知道有个地方，他有可能会去那儿。走，我们一起去找。哎，喂喂，如果说他现在这副样子，最不想被谁看到，那就是你了。
这不是徐老师吗？你怎么来了？这喝酒了？对了，我忘告诉你了，我现在呢，不是原来那个许开阳了。一个月工资2500，星辰的项目现在还没有谈下来，这个月的提成还没有着落，所以呢，我也不能像当年那样请你喝酒了，省着点喝，来。现在连喝酒的资格都没有了，是吗？我是不想让你一个人喝。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被陈孝正踩在了脚底下，是吗？都知道我许开阳像个赖皮狗一样对他摇尾乞怜了，是吗？现在他们都他妈一个个等着看我许开阳的笑，那你呢？啊？安慰我，还是可怜我？我告诉你，我许开阳不需要他妈任何人可怜我。齐耳吗？你打赢我，我就告诉你，打呀！怕输是不是？怕痛是不是？你哭吧，想哭就哭出来。我真的活得好失败，这段时间我一直憋在心里，我真的我爸。我爸真的被关起来之后，我竟然连他最后一个电话都没有接。我从来都没有听过他的话，几乎每一天都在跟他吵架。我总以为时间还有很长。可是，每次只要他在家里，我总是可以过着自己肆无忌惮想要的生活。他总是放纵我，让我肆意的挥霍，为我的人生留了10000多条后路。可是我最后。最后也没有接他的电话。但是我没有办法。我知道我妈生病出兑的咖啡馆的钱也仅仅只够给她做手术。是我必须要撑起来这个家，我不得不面对我许开阳这30年来的失败。只是我真的不想，我真的不想我这个样子被你们看到。
为什么上天连最后一点自尊都不给我？为什么？你知道吗？你这次向陈孝正低头，一点都不丢人。 我觉得这是你这辈子最帅的时候，因为你已经不再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蛮横、自以为是的许公子了。你已经变成一个能屈能伸、让我刮目相看的大丈夫。那样你知道吗？你很好，你还可以更好。 也许有一天，我可以鼓足勇气告诉你，曾经在我身上都发生了什么。可是不论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得不去面对事实，接受它，把牙打碎了往肚子里咽，然后永远的让它烂在心里，然后重新站起来。 小北，你究竟发生了什么？你看，你这不是站起来了吗？来吧，咱们打一场，让我们把那些不痛快的事情都见鬼去吧。好，让那些所有不痛快的事情。 都见鬼去吧！来。 不许上了！喂，哥，既然来这么早啊？哎，我从今天开始啊，打算好好工作了，到时候有什么业务上需要帮助的，都麻烦你们了。好嘞，好。小徐总，你怎么来了？我专门来找你的。小徐总，有一件事情。 我不告诉你，我心里难受。什么事儿？你还记得那个到你咖啡厅里头去闹事儿，吵着要看什么资料的那个新城集团的陈孝正吗？我查到啊，受伤工人的那件事情本来不是被周总压下来了吗？就是这个陈孝正，私下里跑到工人家属那儿挑动他们闹事儿，而且。 不知道从哪儿找到了新城集团和咱们公司合作的内部资料，交给了投资公司的人。检察院才查到咱们徐总身上。你说什么？徐总和冯总的银行转账记录十分秘密，咱们公司也就是在建材上动了点心思，但是绝对没有到一次充好的地步。他们把这个事情不断的扩大化。 我听说现在他已经是新城集团最年轻的项目经理了，接管了周区所有的工作，真是一石三鸟啊！不仅挤掉了周总和冯总，还打击了咱们开阳建材，而且从此培养新的势力和合作公司。他这是在报复。 这个陈孝正。
我必须要求证一下。和谁求证？有一个人，他一定知道事情的真相。喂，哪位？请问是郑小姐吗？啊，是我。啊，是这样，陈孝正先生在工地被掉落的脚手架给砸到了。什么？哪个工地啊？陈孝正。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我有个东西要给你看。我不看。我准备了一个晚上呢。相信我，好吗？慢点儿。你要带我去哪儿啊？这边。我一直梦想着能给你个家。这套房子是我用这些年攒下的钱给你买的，虽然不大，但是这是现阶段我能给你的承诺。这儿的装修风格都是我设计的，昨天我在这儿画了一个晚上。你看，电视里面是你最喜欢的童话世界。我们在这儿呢，可以摆一个柜子，然后在客厅里面放一套米色温馨的沙发，这面的柜子上可以让书包每天在这儿休息，安安静静地看着我们。在那边呢，我们摆一套原木的桌椅，平时就可以在那儿吃饭。你如果想做饭呢，那就你做，我来负责刷碗；你如果不想做，那就我来做。但是你别嫌弃我做的饭不好吃。我们在这套房子里生个一儿半女的，从此过上我们幸福的生活，好吗？好。我们兜了这么一大圈，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又重新走到一起。我不希望任何人、任何事情再让我们分开。我现在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只需要你做一件事情，那就是相信我，好吗？
以后不要再对开阳那样了，知道吗？你如果不告诉他什么是错的，他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是对的。我是为他好。阿正，也许你是对的吧。You better have some news for me. Mr. Chen, every information and every preparation are ready. The game will start very soon. Thanks a lot, man.微微，今天晚上我在学校等你。你想知道什么？我爸的案子，陈孝正，他到底做了多少？挑拨家属，联合举报，搜集证据，还有什么？没有。他是不是和你打着正义的旗号，说为了家属，为了工地事件不再重演？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没有，你根本就不了解陈孝正，他的野心远比你想的要大很多。他为了成功，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这一切只不过是刚刚开始。先问一下陈孝正再说。事实就摆在眼前，他陈孝正脚踏两只船，一边对微微不死心，另一边又为了爬上星辰的高位而吃着曾玉的软饭，还有什么需要求证？阿正，怎么不吃啊？菜不合口味吗？
我可以给你时间，等我们回国再慢慢讨论。对，阿正啊，剧场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开始对外可以宣布？这毕竟是公司打翻身仗的一个好时机。伯纳森公司说，希望可以推迟一个月再宣布。还要推迟一个月？这帮老外怎么会是这样？妈，反正咱们都已经等了这么久了，也不差这一个月了。咱们三人好不容易吃次饭，就别说工作了。好，好，好，不说了，吃吧。喜欢什么多吃一点啊。对了，小玉啊，这次回来就别走了，好吗？嗯，我不走了，我留下来，在公司给阿正帮忙。那太好了，现在公司谣言四起，你知道说什么吗？说我养虎为患。什么都能说得出口，别听他们瞎说，妈。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和阿正的关系，我们都是一家人。就算是阿正在公司顶撞您的话，那也是为了公司好，对吧，阿正？是啊。董事长，如果上次开会我因为顶撞您给您添了麻烦，我向您道歉。我相信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要让星辰早日摆脱困境。我以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应该是让小玉过得更幸福。当然是。喂，玉朵，公司的股票正在被人大幅度趁低吸纳。都是散户吗？不是，有一些很明显的是大宗交易。好，多留意，随时向我汇报。好的。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拿下。啊，应该没用了吧？哪里来的？周围来吧。我来接你回去。我把医院的事情忙完就马上回去。软软现在行动不便，我给他找了一个保姆照顾他的起居，应该在家里。现在，周围非常感谢你。不用谢，我是来接我朋友的，不是接你吴医生的太太。你就继续去发扬你白求恩的精神吧，软软，我会平安送到的。走了。你穿上。嗯。走了。走了。慢点。慢点。这次回去之后啊，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知道。有什么事儿一定要给我打电话，可不能再像这次这样了。听到了吗？知道了。宝昌，哎，哎，干嘛呢你？哦，我不是来接软软的吗？来晚了。来，先把东西拿着。哎，还不快去打车？哎，快去。他呀，喂。微微，我想见你。开阳。哦，我现在和软软、老张在一起呢，
要不你过来吧。我想单独见你一个人。有事你就去吧。好吧，我一会儿还有点事情，忙完了下午找你。好。嗯。下午见。好。车来了。好，那麻烦你把软软送回去了，我还有点事儿。下午。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照顾好了。哎，知道了。那我先走了啊。哎，拜拜。哎，我扶你。哎，等一下，等一下。慢点啊！哎，你慢点。就送到这儿吧，你先回去吧。那哪行啊？这上大学的时候吧，我的梦想就是跟你近距离接触，这次是最近一次了。我怎么着也不能放弃。再说了，没几步路了，你就让我送你呗。行吧。行，你等一下啊。师傅，您钱。慢点啊，没事。你慢点啊。怎么不走了？软软。我就先回去了，筹备工作室还好多事情要做，你又是大股东，我得让你赚钱，是不是？老张，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我俩认识这么多年了，你有没有事儿瞒着我？难道我看不出来吗？说吧。软软，我这人你还不知道吗？那什么事情都没心没肺的。听了事儿就左耳听右耳。你听到什么了？是不是吴江跟你说什么了？吴医生能跟我说什么呀？我跟他都见不到面。再说他是一个大医生，他能跟我这小人物聊什么呀？你是不是听到了那天我和吴江在医院的对话？软软。我不希望你因为我生活过得不开心。吴医生能家境好，人又好，你们俩是天生的一对儿。我真的不想你因为我你们俩起什么争执。你说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我这不是罪大恶极吗？你别听他说。软软，上学的时候吧，我觉得谁都配不上你，尤其是那姓赵的。你说他那癞蛤蟆怎么能吃上天鹅肉呢？我见他一次，我想暴打他一次。自从看见吴医生，我才明白，能让你看得上男人，真得好好奋斗20年。老张，你说错了，我是听过大千世界，向往自由天空，最后却一头钻进笼子里的鸟，在笼子里躲过了风吹雨打，却再也看不见笼子外的世界了。其实你现在老张没事儿，我就随口说一说，你别往心里去。你不是还要筹备工作室吗？你赶紧走吧。我走了。走吧，谢谢你啊。
环境还挺不错的。微微，你幸福吗？你是又跟陈校正在一起了吧？嗯，绕了一圈，还是回到原地了。微微，我曾经说过，我是你的摆渡人。我希望把你送到一个阳光明媚的世外桃源，而并不是一个充满欺骗的阿鼻地狱。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知道我爸和周旭为什么会被检察院调查吗？是吗？是因为信茂投资。因为信茂投资的人把资料送给了检察院。错。是有人刻意煽动工人家属，把本来已经平息了的事件再次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而这个人就是陈校长。